继续来看中南部小连山落大雨，彰化县严重积水，田中阁有崩山。但是县长王惠美无伫个县政府坐镇，是去英国考察观光，到即卖也未转来。民进党的议员则不满，讲王惠美无甲县民徛做伙。啊，国民党的议员来回呛，讲前县长魏明国嘛捌伫个做水灾的时阵到日本，甚至阁伫个一年内连续出国四界。爱民进党唔通两套票证。县长照出国，惠美你在哪？民进党彰化县议会党团召开记者会，要找县长王惠美。连续几天大雨，彰化各地拢积水灾情，田中阁有土石崩山阻碍道路。但是王惠美伫十六前往英国考察，到即马也未回来。不一定要在这种豪大雨的时候出国。县长，你若刚刚讲吼，你也出国，这你的重要。重要到说要把我们的县民弃之于不管。议员质疑王惠美重要时刻无甲国民徛做伙，不过那也议员嘛呛声，卖有两套的标准。惠美股刚就任104年，是来旅游，会实在，会出国。你若出国吼，都无要紧，国民党也出国嘞，都指责我们。关乎该税收的灾情，拢有汇报。那县长在掌握的全部的状况以后还是如期的到英国去做参访。官府讲，王惠美这次去英国爱丁堡、伦敦，了解当地观光甲轻铁建设。有计22回国，虽然人伫国外，但是对着彰化县积水的状况，拢有掌握。